那么这个 iPhone 5啊，是由于别人做完之后导致了背光进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背光的更换。首先呢，把背光线焊开，然后轻轻的把撕裂呢，打开。那么一定要小心呢，两个角。把排灯拿下来，将液晶的背面残胶清理干净之后，我们安上一个新的背光片。那么我们将背面的残胶擦干净之后，可以贴背光片了。将背光线焊好，我们再进行测试。机器呢，已经恢复正常。